羊棒骨，宝宝们啊！哎呀妈，给姐姐挑个好的，给姐姐挑个大的。哇，我的小。给姐姐吃点啊，先等会儿啊，给姐姐做一个好吃的。哎呀，乖儿，给姐姐来个狠的。小金龟儿，哎呀，好嘞，把这个放起来，藏起来。姐姐啊，姐姐来，过来吃羊棒骨，不是过来吃猪棒骨。咋啦？来猪棒骨，快，老谢。猪棒骨。猪棒骨。他不是羊的。哇，嘎嘎好吃。妹妹，家老铁说，让你多吃点，多给你一点，不让我那个啥，不让我害你。你想带着乐乐录呢，知道不？都喜欢你俩不行。不行，乐乐。乐乐那个啥了，我给你挑一个肉多的吧，姐姐。哎，这个肉挺多。这你看，这肉挺多的。先喝汤。对。哎呀，坏了！我靠，你从哪买的？哎呀，坏了，娘啊！我看我那个，不是我说你这两天录视频怎么不带着你媳妇儿？你给我等着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你就欠揍我给你说，那我这咋弄啊？那把我气笑了，你气死我了！我小棒骨不是猪棒骨坏了，姐姐真的，哎妈呀！我下去一定找他啊！好好吃，老板，红烧排骨，家人们啊，哎呀，这特别好吃。我太香了。
鸭血，家人们啊，姐姐最近辛苦了，家人们，我给姐姐做个美食啊，来，给姐姐这个吧，给姐姐个粗的。给姐姐吃一个，哎呦，哎呦，快快快，哎，好了，哎，拿出来啊，来点辣根儿，哎呀妈呀，哎呀，好辣呀！倒上料汁儿，家人们啊！哎呀，鸭血，来吃一个啊！嗯，哪老好吃啊！不视频呢。姐姐，这个鸭血老好吃了，我弄的这个料汁老香了，那边给你一个啊。待会儿啊，现在就给我一个。你拉拉你身上。嗯。哎呀，拿好了啊！哎呀妈！嗯。来，拿好了。好吃吧？好吃！哎呀妈，特别特别好！你炸口，炸口。我给你弄。你塞满。油碟。啊，塞满嘴，塞满嘴，来。啊。塞满嘴，使劲！哎呀，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嗯。哎。咋了？妈妈真香，你吃饱辣了没？吵死你！哎呀，咋了呀？给你弄个好吃的还不行？你说你为什么视频呢？他们弄死你！我跟你说，没好处。特别好吃。哎呀，嗯，加辣椒。嗯，我买这个了。